一间科技公司要长久的经营，最重要的是就是信念要够清晰坚定。我们时刻都要要求自己保持谨慎，不只要赶上科技的变迁，甚至要超前时代的布局。智泰科技成立25年，致力深耕在开发智慧检测系统。我们的工作就是看见问题、解决问题、创造价值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理念，也是现代科技人最重要的功课。近年我们将人工智慧图像的技术拓展至许多民生应用方面，包括长照健康、居家安全、美容保健、车牌辨识、营建安全等等。透过人工智慧能保障生活安全、日常所需，并在教育界深耕推广人工智慧教育，希望我们能为这个时代尽一点力气。智泰在教育界的推广，除了举办竞赛之外，更与各校合作进行教案、业师以及证照推广课程。近日更是荣幸的参与骑行计划。智浩软体里面所使用的 AI 模型都是实际可以应用在工业上，因此它的性能非常强大，可以用来侦测复杂背景的场景。那透过它 AI 的适应性以及资料扩增的技术，可以让侦测适应各种环境的变化。智浩软体也可以使用 GPU 进行运算，就能省下很多训练的时间以及检测的时间。那最主要，智浩软体它集结了使用 AI 的各种功能，并且将各种功能都精简化，让训练 AI 不再需要专业的知识与经验，所以它非常适合应用在 AI 的教学上。那我们为了将 AI 推广至高职的课程当中，我们针对电机科与电子科所设计的一套电子元件识别应用，而这套应用了前面介绍的两套系统，将 AI 融入到高职的课程中，让学生可以在学习专业科目的同时，顺便学习 AI 应用在工业上的知识。而电子元件的识别只是一个开端，未来希望可以将一样的模式套用到其他用途以及其他科系当中。在与各校的合作过程中， VizLab 已有各种应用实例以及产学合作案。智泰今年举办第一届 AI 图像辨识竞赛，分为大专与高中职组，获得许多回馈与鼓励。为配合防疫政策，将颁奖仪式改为前往各获奖学校进行，希望2022年的第二届 AI 竞赛能有更多的伙伴们一同参与。